宋枝恩8日更新 SNS 亲自否认恋爱传闻。BNT 新闻讯，韩国歌手、演员宋枝恩于8日通过个人 SNS 对恋爱说等传闻予以否认。宋枝恩于8日下午在个人 SNS 上写道，现在才看到新闻，粉丝们应该被吓到了。很抱歉，短时间内应该会通过 SNS 向大家传达消息。我和焦急的罗曼史的工作人员、演员们都关系很好，成勋哥哥也是其中之一，我们是要好的同事关系。有关正计划与成勋哥哥的公司签约的消息也不是事实，希望大家不要误会。另外，宋枝恩最近通过 SNS 发表文章，宣布退出 Secret。王荣文，BNT 新闻 DB 图。